街头我是来德家乡，德家爱乡同心会多年来一心地方公益，上午号召着会员家己开车奔送北美，和德家乡登记幽暗的给收一铺，总共有228斤次收费，送出的936公斤的北美，要让弱势民众在中秋节感受到过节的温暖。一早，德家爱乡同心会的会员就将一袋一袋的白米搬上车，准备分送到德家的寄收日户。这是每年中秋节同心会的重要活动，用送白米的实际行动来让乡内的寄收日户感受过节温暖。有钱的人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啊，咱的爱家爱户哈，拢给送到伊的厝内底。今年呢，咱有228的人数受益哈。啊，总共送米有312包，啊，全部拢是由咱的会员甲咱赞助，咱的会员萧玉成哦，他每年都会甲咱赞助，啊，由咱在里监事哈甲志工送达安尼，平常阁有做一挂道路修补，啊，咱阁有一个戒烟社，拢会做一挂迄落急难救助的活动安尼，只要讲他有需要，啊，我们审核可以的话，咱为了审核人员会去。审核啊，我们就会，就是雪中送炭呐。所赠送的对象是根据德加公所所登记的寄收入户，总共有228人受惠，来送出936公斤的白米。李东新会会员是无分着路途长短，拢是一户一户一一来分送。有的会员已经随着东新会送十多年啊。做几单啊？我做十外，恁算讲这发迄个开始啊，十外单有啊啦。我今日要送这中和村。银秀村、短流村、光华村，咱德佳乡的最偏远地带，会当有这个活动吼，互咱同心会安尼，大家呢，这么热心安尼吼，我想咱这个社会是温暖的。事实上，无那送米，包括走路、举行关怀活动，德佳爱乡同心会拢是长期举办关怀故乡的活动。你这回中秋送爱心米，算是每年的传统，是希望发挥村镇引线的功能，让愈多人来加入做公益的行列。细心新闻，大家发德佳乡采访报道。